大姐，可不可以教我一个阿美语单字？啊？阿美语单字那个打包怎么讲？打不问。打不问。哎。那个，节俭怎么讲？慢。节俭，勤俭持家。勤俭持家。阿美语大概。勤俭持家啦。阿美语可以大概怎么讲？慢。就是很节省。很节省嘛。好嘛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没有，我们很少，很少接触。打包再教我一次怎么讲？啊，打包。打不问。打不问。哦，好嘞哈。哎，把它打光光，不要浪费。对呀、啊，不能浪费。好嘞哈，谢谢。哎。你是超级棒。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，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下你了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！我是泰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阿姨，那个阿美语打包怎么讲？我不会讲了。哎，你是哪一组？我阿美组。哦，好吃怎么讲？说吗？哎，赶快把它打包完。哎，你看，好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吴大师 BB， 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。
别安慰我好吗？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你是超级棒。